远雕皮，新西兰枪击案枪手将面临50项谋杀39项试图谋杀指控。 Shield player beat 1,248 25,296 width 500 height 375 not totally false the ENFORCHTML5 false 54-50伤。新西兰枪击案令人悲痛，幸存者回忆躺地装死逃过一劫，心惊爆快讯。记者谢莲据路透社报道，新西兰警方当地时间周四表示，3月15日克里斯特彻奇市枪击案枪手将面临50项谋杀指控，39项试图谋杀指控以及其他正在衡量的指控。当地时间3月15日新西兰克里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，最终导致50人遇难，数十人受伤。16日新西兰警方向28岁澳大利亚籍男子布伦顿·塔伦特提出一项谋杀指控。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，塔伦特被关押在新西兰奥克兰高级监狱，不能接触电视、广播、报纸，也不允许探视。当地时间周五，塔伦特将通过视频连线出庭。新京报记者谢莲编辑吕银铃校对微着。